Hello，同學，我哋又見面啦，多謝大家一直支持我網上拍片教 cam， 我嘅 YouTube 訂閱人數已經接近200個人啦，我有口齒嘅，話將會再次送出由 Doctor Sean 編輯嘅 Quinox One 同埋 Two 噶嘛，再一次講下呢個 Quinox One 同埋 Two 到底有咩咁特別咯？Quinox One 咧就包含咗由 Planet Earth 去到呢一個嘅 Chemical Energy 嗰個書裏面所需要4G硬盤嘅 information 咧都會喺 Quinox One 裏面揾到啦，包括咗啲乜嘢咧 ？Metal Iron 嘅顏色啦 ，Metal 同埋 Steam 啊 Water 或者系 X 之間嘅反應，又或者系 Metal Iron 浸咗喺呢一個嘅 Hydroxide Solution 啦 ，Ammonia Solution 裏面有啲咩 Observation 咧，你都會揾到嘅，甚至乎 Solubility Table 咧都會喺 Quinox One 裏面揾到喎。咁另外 Quinox Two 啦，嗱 Quinox Two 咧對於呢個 Form Six 嘅同學嘅幫助更加大啦，因為裏面包含咗好多嘅 Chemical Organic Reaction 嘅 Scheme，你哋温書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再住攞住一大本書啊一大份 Notes 出嚟温啦，隨時隨地都可以攞呢兩份嘢出嚟咧去作最後衝刺。嗱，要得到呢兩份 Notes 好簡單嘅啫，今次咧我將會喺三個嘅 Social Media Facebook 啦、Instagram 啦同埋呢個 YouTube 咧都會派出呢個 Quick Notes 1同埋 2 各10份嘅，同學只需要去翻相關嘅頻道 like 啊、follow 啊或者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咁然之後咧喺相關嘅 video 裏面留言，話俾我聽你想要 Quick Notes 1同埋 2， 我將會喺10月27號咧公佈呢個得獎名單，並且將大家想要嘅 notes 咧寄去大家提供嘅住址上面嘅，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嘅網上教學啦，嚟緊我將會拍呢個 DSE 嘅長題目嘅，到時再同大家再見，拜拜。